主料乌梅6粒，辅料山楂片20片，冰糖6粒。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我买的乌梅是熏制的，质量不错，备齐材料乌梅8到10颗，山楂片比乌梅多一倍的量，冰糖备用，用容器冲洗干净，泡发好，包内加水，放入乌梅山楂片及汁水，大火烧开，慢火煮一会，关火即可。我是晚上做的，关火泡着就去睡觉了。第二天将凉透的乌梅汁加入冰糖，用漏斗注入瓶子内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：提前泡发乌梅山楂片更易煮，煮好了再多泡一会儿，或者直接将乌梅山楂片也放入瓶内。二、冰糖的量根据自己喜好调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